Good morning，今天是星期五，这个星期呢是孩子在家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。那星期五呢，我跟老公准备带孩子们出去玩。那在出去玩之前呢，我还有一个工作，跟 La Prairie 的 manager 有个 meeting。开完会之后呢，我就赶回家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去 Paihia 度假喽。期待。今天天气不是说特别好，早上下了很大雨，然后现在呢雨就停了。希望我们去到 Paihia 的时候呢，天气能稍微好一点吧。今天呢，耳环戴的是这一对 Anna Luisa 家的水滴型的耳环，很好看，我很喜欢它这个上面的这个设计，就是它上面有个小交叉，能看见吗？就我觉得整个耳环的形状我非常喜欢。OK，我要去开会了，一会儿见。Paihia 了，坐了一个下午的车，其实应该是2个半小时的路程，结果走了一下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速路封了，然后另外一条路呢又发生车祸，所以我们选择走了第三条路，真是好艰辛啊。然后但终于来到这里，还是蛮开心的。那赶紧跟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吧，我觉得两个孩子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把这个房间给弄乱了。那跟我一起来吧。这边呢就是门，然后门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蛮大的厨房，这里还有洗衣机，然后还有微波炉，东西还蛮全的。然后这里是做饭的地方，我们会在这里住2天，所以我们想说厨房大很重要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冰箱啊，是这边打开，有奶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客厅，有一个蛮大的客厅。嗨，孩子们，打个招呼 ，say hello。Hello，say hello。Hello。我们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这里了。然后这边呢是餐桌，然后那边呢有一个，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个单人床。这个房间可能可以住蛮多人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电视，超小的电视。孩子们在看 Paw Patrol， 他们超爱看这个。哎，老公，他们这个地方也有浴室，有自己的浴室，好棒哦！自己的浴室，那边也是自己的浴室。是啊，两个套间。挺棒的。对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这现在是进来一个房间了，其中一个房间，这个是孩子们的房间，因为有2张床。然后他们是一个套间，镜子里又可以看到我了 ，Hello。这个地方呢是其中的一个洗手间，这个挺好的，因为他们这样就不用跑到外面去上厕所了，直接就在房间里面上。然后这里呢就是2张床，挺好的，这个地方蛮安静的，我觉得。OK， 然后这是放行李的，这里有一个柜子。OK， 那出来了之后呢？看，他们在看这个，这边外面的景色也还蛮好的，好像有一点点像夏威夷，还蛮漂亮的，有那种 garden 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呢算是主卧吧，床小了点，但是房间还蛮大的，蛮好。蛮干净的耶，这里看着。然后这个外面，这里有一个风扇，这也是放行李的地方，这边又有个镜子，嘿。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洗手间啊，我喜欢这里，哇，这里有一个可以挂衣服的，感觉可以坐在这一辈子了。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浴室，它就是没有浴缸就对了，但我觉得一般出来旅行应该大家都很少会用浴缸吧，就是卫生问题。现在呢其实已经6点多了吧，
对啊，现在其实已经六点多了，现在夏令时了，所以外面天还是亮的。我们本来呢是预计的说今天在酒店自己做的，因为雪儿嗓子不是很舒服，我本来想说自己做的话确保女儿会吃的比较舒服一点，但是现在这个点了，做完估计也七点多，他们都累死了，所以我想说可能今天晚上要到外面去觅觅食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边应该还有个游泳池，但是现在天有点冷，所以游泳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，但是还蛮开心的，终于可以来度假了。孩子们放假这两个星期呢，我也是马不停蹄的，就是渐渐断断的在工作吧，因为有时候要看他们，像这个星期呢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去上暑期班嘛，所以都是在家里面，就跟我老公轮流看了，就工作呢可能就是渐渐断断吧，但是还好两个孩子还算是蛮乖的，所以还蛮庆幸。 OK， 那一会儿出去吃点东西。大家今天是星期六，对，刚睡醒，然后洗了个脸，刷了个牙，现在老公在厨房在做早餐了，然后我现在也要过去帮忙。两个孩子呢已经很放肆的坐在那儿看电视了。其实平时我是上午是不让他们看电视的，让他们读书看书，下午才可以看电视，那旅行呢就是一个 exception， 所以让他们真的感觉到这项旅行就是放松轻松一点。那我现在要去厨房帮忙了，看看这里有什么。这是 smoked chicken， 然后有 avocado， 然后这边有 egg， 然后这边有水果，哇，超丰富的，还有果酱。我看我老公买什么果酱啊， apricot 的，这个果酱好像没吃过之前。然后这个是那个 fig 的无花果的干，这个还蛮好吃的，但吃多了我觉得会有点甜，但我老公很爱吃这个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早餐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哦， by the way， 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相机，告诉我你今天的这个画质好呢还是昨天的画质好。 OK，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，告诉我听。今天呢我们是去一个叫 Curry Curry 是吗？ Curry，今天是去一个叫 Curry Curry 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呢有 Chocolate Factory， 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今天天气呢除了有风之外还是蛮好的，但是因为雪儿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本来预计要坐船去另外一个 island 的，然后现在也 cancel 掉了，因为
风还蛮大的，所以海上的风应该也不小。Hello. 你们昨天睡得怎么样？ Good. Good. Yeah. 昨天为了哄他多吃一点点晚餐，跟他说今天可以跟我擦一样的唇膏。我家雪儿才七岁，已经知道开始要打扮了，挺好挺好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 chocolate factory 了，然后刚才那边有个 chocolate cafe， 现在我们先到 factory 这边来看一看。这个是叫 Macana Boutique Chocolate Factory。你先进。哇，看他们怎么做的。哇好棒。我们现在在 chocolate factory 旁边的 chocolate cafe 吃点蛋糕，然后喝点 hot chocolate。 今天挺凉的，挺庆幸今天没有出海，因为不然的话会蛮冷，大家都坐在里面都知道外面有点凉。今天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妆容是什么，其实很简单，今天的妆容回了酒店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呢，耳环戴的是 Gucci 的这对，超喜欢这对耳环的，这对耳环也有跟着我一起去澳洲。然后项链呢是 Tiffany 的，然后衣服呢忘了这个品牌叫什么了，我会列在视频下面给大家，但是现在应该也没有的卖了。之前有同学问我这个衣服在哪里买的。Hello， 感觉怎么样啊？ Yeah， Good。 然后墨镜呢是 Ray-Ban 的，衣服是品牌我也忘了，列在下面给大家。裤子呢是 Topshop 的，然后腰带是 Gucci 的，然后鞋子呢是之前的那双小白鞋，是被涨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排队在买喝的。啊，看跟妈妈是不是一样的嘴，是不是一样的颜色。他们在选 cake。 现在是早上，哦，都快十一点了，10:45，可以喝一个 morning tea， 然后在这里吃一点巧克力。对面的有一个他们 local 的 market， 然后一会儿呢可以去那边小逛一下。这家咖啡看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我昨天晚上太晚了，我也没洗头，今天是第二天的头型了，希望不会太糟糕吧。因为通常第二天呢，我头顶会有点塌了。这次旅行呢，就是休闲为主吧。这个假期呢也挺忙的，所以想说 take 一个 break， 然后来这里休闲 relax 一下，放松放松，这样。下个星期呢就又要开学，然后我要开始忙了，我的 duty 又开始了。我们现在去对面的那个 market， 看对面那里有一个 market。
我们现在到一个酒庄了，看这个酒庄。妈妈。哎。看这个后面，是葡萄园。Step three, everything's hand-picked. It's a lovely, bright style rosé, so hence Evelyn poached here. 现在开始品酒了。吃完饭了，到酒庄外面来走走。刚才那个 waiter 说这边有小鸭子，两个孩子们特别兴奋，看他们，就是周末的跟家人一起出来，特别特别放松，觉得整个人就是啊，觉得有一种身心都松下来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。看那些鸭子。啊，这底下是水草啊！对，有很多小鱼。看到吗？哦，真的耶！
带着全家人出来超市看到，来超市买点晚餐，然后晚上可以回酒店做了。Let's go！ 我晚上吃 burger， 吃点虾吧。那那个 garlic 花生。哦，那也行。那有 garlic 吗？带了 garlic 是吧？啊、oh, ，by the way， 你们很喜欢我超市的分享是不是？我以后呢就经常分享一下给大家，在超市还是蛮有心得的。我们从超市回来啦，看看都买了些什么。这个呢是气泡水，这个牌子气泡水挺好喝的，大家可以认住它。然后呢，买了这个雪糕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买雪糕都没有吃，这一次一定要记得把它吃完它。这是那个叫什么梦龙雪糕，然后买了两个这个明天的早餐 donuts， 然后买了一个沙拉，然后买了牛角包，买了一个爆米花，然后还买了什么？然后买了一个虾。然后这个是安格斯的汉堡的那个肉，然后还有葡萄，现在葡萄超好吃的，这个尤其是这个绿色的。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些了。OK， 那我们休整休整，那一会儿就做晚餐了。刚刚给两个孩子洗完澡，看，好老公是不是？老公你在做什么呀？Garlic pro， Garlic pro， 耶！干一下，来干一个。好了，好了，好香啊、哦！每次出去来旅行啊，就最好做这种有厨房了，就可以自己做饭。哇、wow, 哦 ，Look at that！ 呜、哦，好香啊，超香！来干一杯，老公 ，Cheers 一下。要交杯吗？嗯，拿叉子叉子在这里，尝一下。超好吃！每次出来旅行啊，我们都会就 road trip 的话，我们都会带 chilfun， 然后带加一些调料什么的出来。我们通常都是不带油的，我们都带 butter， 这样的话炒菜起来就特别香。虽然会稍微肥一点，但是出来吃饭就不要讲究太多了，就最重要的是吃得好，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超好吃。好香啊，我是吧？现在开始煎这个了，煎汉堡的肉了，好棒。刚才吃完晚餐了，那现在呢我们在吃葡萄喝红酒，一会儿呢还有 ice cream， 吃完 ice cream 呢我们就歇一歇，应该让孩子们就早点休息了，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，他们好像哇八点半九点钟睡觉，很晚才睡的觉，所以今天一定要让他们早点休息。小儿呢还不是很舒服，有点担心他已经发烧一个星期了，但是医生总是说没事，让他多喝水。第一天去的时候是刚发烧，然后医生就说没事，第三天如果还发烧的话就再回去看，然后结果第三天还在发烧，然后我又带雪儿回去看了，结果还是什么药都没有开。这里的医生就是这样，就很少会愿意给孩子开药，基本上是希望他身体自己能够恢复的。所以但是就是我会很担心咯，就是他老是这个样子，如果还不好的话，星期一我就要带他再去看一下医生了。可能一直在咳嗽，其实他已经蛮坚强了，看着我很心疼。
他们现在在看卡通，很难得能看那么长时间的卡通，让他们开心开心玩。星期一就要正式回去上学了，啊，我跟我老公的生活又恢复正常。Good morning， 星期天哦。今天天气非常 calm， 然后我们想着一会儿吃完早餐呢，我老公就带儿子去划船去，女儿呢身体还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可能要在家陪着或者带她出去走走，看他们划船，给他们拍一些照片。今天挺 calm 的哈，就只有那个旗子在晃，树人都没动。对，比之前好很多。对。耶、yeah, ，给力！嗨 ，say hello， hello， 今天星期几啊？星期天。星期天，是的，看那边阳光灿烂呢。哪里有那个 swimming pool？ 爸爸和弟弟，哦，这里就是 swimming pool。No， don't jump in 。No， 这边我是什么水那么脏脏啊？嗯，对，因为他现在没有人游泳，所以就会有点脏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去海边。我老公跟我儿子已经，哎，这个东西是怎么开的？另外一边，我老公跟我儿子跟仔仔已经去划kayak去了。然后因为雪儿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我这一次就不让他去了，不然的话他肯定也很想去。小心，先过马路先。今天的水还挺 calm 的，他们租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去。滑一下，我去拍一拍他们，就是不滑的话也可以去拍一拍，看看他们怎么样。哇，看看，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呢？我们可以到下面去看一看他们，不冷吧？看看，不知道呢，一会儿下去看看。嗯，小心点啊，这里有沙子。慢点走，不然那个沙子会进鞋子里。哇，好看啊！哇哇，有看见爸爸吗 ？No。No。哎，我找到。Which one？ 那个是一个人的吧？嗯。那是一个人的。看这个后面。哦。哈哈。带大家转一圈，超级漂亮的风景。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？看看，找一找他们在哪儿。超漂亮，是不是在那边啊？小鼻子，喂。啊，听着这个海浪声，真的。非常的舒缓，过来两天旅行真的是非常好。我觉得大家就是平时工作压力、生活压力都挺大的，时不时这样子 get away， 就是离开家，不管是做些什么，其实不做什么，就光在酒店里面待着，或者到海边来走走，跟一家人在一起，跟孩子们在一起，孩子们其实也很放松啊。他们其实平时在家里不怎么让看电视的，但是只要是出来 holiday 的话呢，我就会。给他们放松很多，比如说一早起来就把电视机打开，他们可以坐在那儿喝奶，然后早上吃早餐也可以看着电视，就让他们感受这种放松的感觉，我觉得挺好。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会怎么样舒压，找到一种适合的方式。我觉得我们家舒压就是出来旅行，换一个环境，我跟我老公心情都会放松很多。感情也会促进很多，所以很多同学问说怎么样促进两个人的感情，我觉得可能是哦，我觉得可能就是离开住的地方，就因为在家里面你会想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啊家里面脏啊，要搞卫生啊，然后要这样那，然后对着看着电脑又想工作一下之类的，这样离开呢看对着大海，然后我们就住在海的对面，听着海浪声，这样我觉得这两天应该三天吧，就过得非常的舒服。雪儿，你过得开心吗？这两天，开心啊！你最喜欢的卡通是什么 ？Dream and Shine。Dream and Shine。你最喜欢的人物是什么 ？Dream and
圣马。圣马 ？Why？ 他喜欢吃 cake。哦。妈妈是不是特别喜欢吃 cake？ She can make what's hot too。是不是？是吗 ？Too。嗯，你好，感觉好点了吗？没有。那个应该是不是爸爸他们？对呀、啊。Hello。看这个。我就知道那个是他们。是吗？哎，弟弟在弄啊。对。好妆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带的一些彩妆品。这一次呢，就是带了这个透明的化妆包。之前 Benefit 的那个呢，不是在悉尼回来的时候把 Camel Con 那个修容粉饼给打了吗？打了之后里面都是脏脏的，所以我要把它清理一下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就带的这个透明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用。这个是朋友送的，但是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我的 Beauty Blender。然后这次带的散粉呢是 La Prairie 的这个非常好用，我春夏季节非常爱用这个散粉。然后睫毛夹是 Camel Con 的，然后眉笔呢带的是 Kate 和 Dior 的这两支，最近就很爱这两支。然后修容带的是 La Balm 家的 Bahama Mama。妆前呢是 Shadow 的 Refining Primer， 然后高光呢还是带的 Cerat 的这一块很好用。腮红带的是 Magic Cup 的这一块，这个腮红我收了两块，两个颜色都很好看。这一次带的是这个颜色214号。然后接下来睫毛膏带的是 Kiss Me 的，眼线笔带的是 Hourglass 的这个非常好用，我觉得就是可以画很细致的，有 focus 吗？这能看得见吗？刚才我也不清楚能不能看得见，不好意思啊大家。这个是 Hourglass 的眼线，然后底妆这几天都是用的这一款 eCosmetics 的 CC 霜，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好用，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的话，真的一定要去试一下。它有小妆的，如果你担心就是这个不适合你的话呢，可以买一个旅行妆，好像是30ml 的吧，哎不是，好像是15ml 的，就小小支的。这个是32ml 的，我已经快用完了都。然后唇膏的部分呢，还有两支唇膏在我的包包里面，然后这里有的是 Fenty Beauty 的，这个色号我会列在视频下面给大家的，我今天就用的这个颜色很好看。然后另外一个是Armani 的200号。眼影的部分呢，这次我带了一个眼影盘，是 Charlotte Tilbury 去年的圣诞限量，今年他家的圣诞限量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可以考虑收一下，去年如果你没有收的话，就是也是非常 shimmer 的这一盘。今天就是用的，看一下这边这个颜色很漂亮，那一盘是不是超美，很漂亮的颜色，就是很自然了。刷子的部分呢，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的，这把刷子
来自 Sigma 的 F06 号，我觉得这个刷子刷高光特别特别的棒，所以如果你在找高光刷的话呢，这一支可以看一下，非常好用。 OK， 那这些呢就是这一次带的一些彩妆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一会儿呢我就要把东西拍一拍，就准备 check out 了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奥克兰了，耶！这次旅行开心。